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文。大家知道金板神这三个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很好的城市风景吗？比方说像我身后的京都塔就是一个好地方哦。今天我们来介绍六个在金板神可以观赏到城市风景的好去处。那我们要上去我后方的 Port of Kobe。神户港塔高108公尺，于1963年落成，360度的环境可以看到神户港以及市区的景色。展望台的3楼啊，是回转咖啡店，可以看这个椅子在慢慢的回旋当中。接下来介绍大阪的阿贝野 Harukas， 是日本目前第一高楼，高300公尺。由于周遭并没有太多摩天大楼，所以可以享受大阪的城市风景，而不会被建筑物所遮蔽视野。接下来介绍的是京都塔，位在京都车站的对面，所以地理位置十分方便。瞭望室的高度为地上100公尺，是京都市区最高的建筑物。由于可以从高处俯瞰京都的名胜古迹，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哦。接下来是 Mosaic 大摩天轮，位于大型商场神户 Harborland 乌米耶旁。坐在摩天轮上享受由神户港塔、浪漫协奏水号游轮以及神户市区大楼交织而成的夜景，非常适合情侣哦。再来是高度112公尺且曾经是世界最高摩天轮的大阪天宝山摩天轮。由于距离大阪市中心有点距离，所以可以远眺大阪市区以及享受大阪港的海景。最后介绍的是大阪梅田蓝天大厦的空中庭园展望台，从地下铁梅田车站需步行10至15分钟。室内展望台的空间感十足，也摆设了很多座位，天气好的时候还有开放顶楼室外观景台哦。另外，如果想知道东京看夜景的好景点，也请参考我们频道的东京夜景十选。如果使用 YouTube， 可以点击影片上方字卡，另外也可以点击影片描述中的连结哦。以上就是六个金板神可以看到城市风景的好去处哦。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